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是《战地风云一》飞行员。我在暗影没多久之后，就收集到第三张地图，是突破40的，很开心，在短短的时间内又收集到这张。不过我自己看的时候，其实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这场打的还蛮久的，超过了片。是自动录影的30分钟，我设30，他开始说要一个小时，然后我设30，所以前面大概3分钟左右的影片是不见的。可是就算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场能够突破40杀，怎么看都不太可能。毕竟昨天刚才先起雾，大概到5分的时候才解除这个状态。再来就是我一直都丢不中，所以我也不知道人数哪来的。总之，既然破了43，我就放上来给大家看看。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 中！啊，没中，这样没中。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我觉得自从学了在暗影学了那个用瞄准镜丢弹好的方式之后，我在其他张地图就是完全丢不准。这么快，这个应该，哎，有哎，我还以为没有哎。We are losing objective Butter.啊，他们太早丢，一台飞机。恭喜你！哎呀，又跳机了。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 啊，那边不是人吗？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 Aufpassen! Feindlicher Soldat! 甩进去！哦耶！Bosch, da drüben! 算应该会有了吧？哎！哦，三个！这一次甩得好，又掉格了，应该在上面，哎，下面，我以为他在上面的时候。强，这两个。炸机，说实在，我现在蛮不喜欢遇到轰炸机的。跳机了，
就是因为没有了战壕之后，战壕被改弱，不能打轰炸机之后，打轰炸机对我来说要花非常长的时间。那如果不是飞火箭的话，只有我一个，我是不太想去理轰炸机。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轰炸机大概要打三轮炮左右吧，如果有后枪手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他后面打三轮。啊，错过了一个机会，刚刚有看到一个人。哦，投弹的前一刻。伏兵杀死，好，我们略输一点点。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s. 一点还有吗？啊，这个太早丢。中了吧？We have lost objective 什么？没有？被树挡到了吗？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arth.其实我觉得我这场的习惯不是很好，我拉都不够高，就直接在那边飘着打，这样其实还蛮容易被地面步兵或者是坦克击落的。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有机枪在扫射我，这么大胆！啊？为什么没中？到底 miss 几次了？朱田，朱田应该有很多人可以打。再跳不动我就不要飞了，还好有走，不然我真的没办法飞，我不行。他还有，又是机枪。Feindlicher Soldat gesichtet. 两个吗？一个而已。是说这场杀人的情况好像并没有非常的多哎。就是我的击杀记录不太会被洗掉。没中，上上的冰点应该很适合用这个方式投弹啊。奇怪，Feind Soldat in Sicht，有了吧？掉河好严重啊！Das ist eine ihrer Soldaten.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 这个不会的。
甩的不够大力。中吗？中吗？没中。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 Charlie 在闪，应该会有。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 Vorsicht, ein Soldat! 有看到哦，正在逃生地钻到了，四个。跳，很快就被抢走了。We have taken objective Freddy. 点看还有没有？有，两个，中吧。一个，三号一个。没人了。坦克不是我能够对付的。这里应该还有，太慢看到。有飞机，不见了。We have lost objective Freddy. 算了，等他找到我再说。啊，在冷却，刚好机会的时候，在后面。抓到你了。刚刚是不是打了他自己的队友？居然往上跑，丹尼顿！Flugzeug, seht ihr das?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Flugzeug da oben!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 差一点被你骗到。这应该快要打掉了。我的好同伴来跟我抢，快！我再不打掉他，就要被人家抢走了。还好。Feindliches Flugzeug！ 又发现一台，啊，爆了！我们赢了耶。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 意外。Feindpanzer da drüben.
没有看到坦克，没有看到人。这里应该会有吧？没有。有了有了，跟你起啊！好坏啊！人家都快打死了。顺便丢坦克看会不会有，哎，真的有 3D 的。We have lost objective Duff.两个赚到，一点，应该都被队友清掉了。一点，说不定还有机会。丢的啊！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 走！他居然不回头哎，这么大胆！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 应该有看到我才对啊。有点不妙哦，这个局势看起来就像是我要被追上一样。我真的很不会面对这种。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 他就追其他人了，这么好，放过我，就赏你一顿，别怪我。哇，跳了！Soldat gesichtet。啊？没有丢出去？怎么讲？这已经第几次啊？这场。Das ist einer ihrer Soldaten. Gott, er hat ihn hinter mir. Ohne, er hat ihn 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er. So, Merke. Yes.快，一定会中的。垃圾。Feindlicher Bomber, da oben.轰炸机非要翻过来，哇，他醉了。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 这应该甩不到吧？ An enemy 甩到60，感觉他们没杀到什么人。We have lost objective Duff.
现在大家越来越不爱上面的位置，知道可能会被战斗机刷走。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s. An enemy airship has arrived. 哇，好机会啊！好机会的说，刚刚来炸飞船用掉了。应该有一个，没有。摔，没成功。Luftschiff da vorne。Vorsicht! Das ist eine ihrer Soldaten! 我们没有输的变成现在对方巨兽出来。Luftschiff da drüben!一点附近，慢慢抓到他们三个。哇，没中！有一台攻击机。Feindflugzeug, aufpassen!哇，糟糕，开过它。开慢一点，让我把开到我前面。没有，不见了。被打掉了吗？被高看看，没看到哎。那里，那里，跑那么远了。Feindliches Flugzeug gesichtet. Feindliches Flugzeug. 五秒，五秒，五秒。应该还不用修，再打一顿。被抢走了，38个了。到底什么时候杀了这么多个？Return to the combat area.杀不死这个敌人呢，再一次，我不相信，怎么可能杀不死？双鱼，一个又一个，别跑，别跑，别跑！啊，没中！
到。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apples.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没有丢出去。快要结束了，不晓得过四十了没。哇，这时就影片可以发了。耶！哦，太低太低太低，飞高一点。Aufpassen! Feindlicher Soldat! We are winning. What?一点吧。附近看有没有？没看到。An anti-vehicle kit is available near your location. 我快结束了，到三十二分了。这场打好久。Vehicle kit is available near your location. Yo! 应该被我们家坦克抢走了。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on.结束。这场是我看几遍都觉得神秘的圣康坦的伤痕，居然还有一万分以上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